BGM 还没找，哦，等一下，还没开。音乐。Hello， 鸡杀水啊！有看过，刚刚有看到蜈蚣的影片的。我讲一下很好笑的事，那个蜈蚣是在洗衣机里面被转了很多圈，然后吃了肥皂水之后，它就是爬得很无力。嗨，麻子，嗨，冰莲。然后啊，因为我是健身完之后，我的手其实超没有力的，所以我夹筷子夹它的时候，我没力。然后他也好像被吃了太多泡泡吧，也很没力。然后呢，双方都是已经比 buff 很多，然后互相打架的状况，终于把他抓起来。所以那时候在摇那个瓶子的时候，他才很容易翻肚。啊，真好笑。当然啊，我本来是想开那个死人游戏，还是我们换游戏？不是死人游戏啦，就是。我本来是在想说，这款已经好几百年没开过了，要不要开一下啊？等一下哦，哎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没看到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、不对啊，我的日麻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没道理呀、啊，等我一下哦、喔，我的这个不见了。属性，完成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看看，等一下哦、喔，重新弄一个，基础，确定。啊，是不是太久没玩了？他不让我玩这款游戏啦。我想一下哦、喔。你们猜得到吗？我有要加入诺音观众场吗？我不行啊！我加入的话，他会直接把我踢掉。没有啦，这没办法玩。能的话，我尽量啊。或者是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就这款。这款死人游戏，我们百年没开过它嘞。而这款画的也是很想骂人呢、欸。对啊，下午好。突然要画吗？想说日麻一堆人看不懂啊，看我画画也一堆人看不懂、啊。本来是想开这个啦，我想一下吧。哎、欸，他又不见了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不能切窗啦！啊，你看不懂日麻，你才三岁，可是你们三岁都喜欢开车、欸，很奇怪。哦，对，为什么我不用？就好像是画面会卡，对不对？下午好啊！你们看画面是不是会卡？我那时候录影也是有遇到一样的问题。好吧，这游戏没有救了，关掉，玩日麻。好了，开始喽！
六七八一八。恭喜，你是跟哪个三色的聊天这么恐怖？我不知道，他头上绿绿的，还有牙，应该不是萝卜啦，那是还没熟的青苹果吧？哦，还有就是明天就会去动刀，不然把它动刀什么小手术啦，就是要去把我的脸割下，我要去把脸割一下，我的脸，我脸其实一直都有一块东西，但是那时候就是一直看 AA 诊所的时候，是跟我说。是跟我说那是痘痘，那我就真的看不好，我换了 B 诊所，然后看了 B 诊所之后，我的痘痘就是好很多，那从此之后我就相信 B 诊所的东西，那直到是前天我去跟他说我的痘痘就特别大颗，然后他就真的仔细看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要开刀，说要开刀哦，我说对啊，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说其实就他说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刀了，那我就说好，再挂一次那个外科，然后勒，然后对方就，哦，他就帮我看了一下，他说你这个多久了？我说这个以前就有了，只是前阵子好了，那最近又长出来了。他说这个有点大，你要忍一下，没有啦。他说这个他说这个，如果动刀的话，就伤口会很大，所以他叫我用就是吃药的那个，就是缩小一点再动刀，所以脸上会那个痘痘会比较不明显一点。靠！啦啦啦啦啦！就他说粉瘤还是什么的，我那时候其实吓到说要开刀，就是吓到完全没听医生在讲什么。痘痘都会在最关键啊，对，尤其是跟什么网友见面啊，或是一些要面试还是什么的那种场合，这时候痘痘就狂冒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像要去参加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前几个礼拜哦，完全不长痘痘，哎，就前两天就开始狂冒痘痘，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太小。Hello。我等一下，我只小开一下啦，只是要跟大家说我还活着，我人还在，我没有离开做影片这一块。如果很深的话，真的要开刀解决，没错。是啊，没办法。我以前也不怎么长啊，我那时候高中有在长，可是高中毕业那四五年都没长过。是在踏入实况界的前几个月开始狂长痘痘，是吗？不是要一排吗？要啊，我这个就很明显是端腰酒加一宝牌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2000块、欸，你看这个怪物，开刀好恐怖，与其说开刀，不如说是做小手术啊，不用想那么夸张，我那时候。只是 po 个文章说要做个小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有打清楚吧？一大堆人有啊，什么住院什么鬼东西，早日康复。我说没有啊，就只是脸而已啦。啊，如果脸上真的花掉的话，顶多就整形嘛，对不对？我去医美干嘛啦？我就不知道医美能干嘛，雷射除痘还是什么嘛？繁星帅吗？丑，丑死了！你看我每次都说我唯一能看的就是眼睛了，而现在因为熬夜的问题，我现在眼睛有开始怎么样？年纪到了，开始有皱纹了。
哇！我21年脸上痘痘细枝柯树，然后我还没有长过胡子，你还没长过胡子。诺英早啊，你落枕哇，那表示你昨晚很累哦。天哪，辛苦你了。你等一下还要，我至少腹肌已经有点不见了哎，这我今天在努力在练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我的腹肌零压逐渐消失。可是还是硬的啦，就只是它慢慢不见就对了。你吃了快12小时，是不是很爽？这叫我如何抉择呢？哎，再来一张，我就听牌了哎，会不会那么？棒嘞！上次忘记检查啊，上次没办法啊，上次有点飘雨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你来的时候是，我还是有点淋雨出去的、欸。老居对诺英做了什么？老居很过分，怎么了？诺英，我们来玩。哦，来了。凡是不是懒得运动了？没有啊，我今天才有动哎、欸。不要上课啦，神经病！我不要。哦，等一下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要迁徙到隔壁哦、喔。我只是小开一下，晚上还是会开啦。因为我等一下要去睡觉。玩麻将不是运动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拿牌池打架才是运动好吗？知道啊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聊天，直接扔奶酪叫你玩。对啊，我拿完就直接回家睡觉了。睡三小，我真的只睡3个小时哎、欸，你不能这样子哎、欸，我3点睡，6点起床。然后就开始剪片，而且今天影片我竟然把音乐关掉，我快气死了。因为那时候我在重听那些片段的时候，我确认好之后按上那个输出影片，然后输出完刚刚去看影片留言的时候，发现怎么没有音乐？日麻也有排词啊。魔术的人物是新 skin 吗？这是去年的了。我想要这个。我今天有练。哦，我想要重新买那个哑铃组，因为那个哑铃要拆要装要拆要装好烦哦。网络上有那种，你只要转一个圈，它就自动帮你把哑铃装上去，可那好贵哦。然后我又很白痴的，我是买磅数比较高的哑铃，它一个，人家怎么有1公斤1公斤的嘛？啊，我那个是3公斤3公斤加的，所以我一边怎么讲？我一片是3公斤，所以我一只手是拿6公斤，可是我要再加一片的话，我就加上去变9公斤，所以我不能微调。短寿吗？可是很重哎、欸。我想说拿来压酱菜应该还是可以啦。想看我的胸肌，教主，你之前那种对啊，我不是开台结婚吗？很轻吧，3公斤而已。它总共加起来48公斤哎、欸。
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直接，它是就直接有一个磅秤的组合，就是50公斤组。早知道我那时候买20公斤组的。什么？那杠片很重啊，就一个杠片3公斤啊，我不能微调啊。而且它是三，对啊，它一边是8片嘛，3×8=24。加杠棍就很重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杠棍超轻的，这个不用担心，嗯。超级轻，那只蜈蚣还活着吗？应该是死了啦。他洗澡，洗那个洗衣精，他应该吃的很多。哇！桃子安安也放了吗？没有，他还在瓶子里面。怎么爬进洗衣机的？不是啊，你重点搞错了，他是怎么来我们家的好吗？怎么来我们家的，然后再怎么爬进洗衣机里面的？都5公斤5公斤在家的啊，我不是你啊，健身不能勉强自己身体呢，那只会有伤害而已呢。听啥？哎呦，我不要，怎么办？这张。痴汉蜈蚣想闻繁星的汗味，没有。据说是在洗我家狗狗的尿布的时候抓到它的，所以它是泡在那个洗衣精加一堆狗尿的那个垫子。跳什么？蜈蚣跳窗户哦！哇哦！来再一个男刘局，没有，不刘局。
晚安啊。其实我这个时间在这边开台很危险，因为其实我现在这边的温度已经哦，楼上的温度是一样39度，可是今天有风还好啊。麻子怪怪的，你怎么可以说麻子怪？蜈蚣会爬墙，对啊。怎么我带坏你？哇塞，哇塞，我带坏你就不是这样子了，好吗？等一下，噔噔噔，啊。麻子，小月安安，怎么我脑袋坏掉？我又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半位赛两场。什么同胞？好啦，西明拜拜。哎，卡维的新衣服欠买，哎，天哪！好啦，感谢三位咯。你还来？你上次没玩到了呢？我只有我的脓包。所以，嘿，所以，诺英怎么了？请说，泳装什么时候出吗？还在等啊，等等下次更新不是吗？因为兔窝的也都是猜测20号出，结果没有出，还没出，还没出，还没出。嗯，我会跟你说啦，可以看新娘吗？你说结婚的那只哦，可以啊。什么的泳装啦？哎，老G，你知道扳手可以编自己吗？我想要心灵脚。对啊，你编你自己看看，然后再打字。没有，你要按 ALT 啦。你还能编我吗？哎、欸，你要编编看啊。今天在音乐台的时候我编不了，你编我看看。
这仅限电脑版哦。你ban我要跟我说，因为我们今天在云乐台的时候在测试，然后发现它是显示说我没有权限使用这功能。啊，可是我ban板手ban板手，它一样会跳这个，可是板手真的不能打字。我在吃饭北七哦，那靠，要其他人ban我吗？你是在拍戏啦，叫我北七。谁敲我？好，那个谁，那个老G ban我了，我打字哦。欸，白痴哦，真的可以啦！你们看，等我一下哦。你们看到？这边显示什么？哦，还是可以的嘛。嗨，我没ban自己啊，这是老G ban我啦。然后老G也ban了他自己，他不能打字了。你吃饱了，恭喜你。我说该放弃这张了，我有点来。台主可以逼自己吗？蛮好奇的。现在板手都能ban自己了，好吗？我现在不能在聊天室打字了。自己当 S 跟 M 的概念，就可攻可受啊。老G零压消失了，对，啊哈，他们讲不能讲话了，这样可以吗？禁止留言，哎、欸，拍谁按错了，我再按一次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老G我不会用哎、欸。这样吗？欸，是说重新啊？抱歉了，老G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、哦，完蛋了，那个，抱歉了，不太会用。哎呦，我要干嘛？来，安安呐、啊。完了，玩过头了，怎么解ban啊？没有，因为我跟他讲说可以自己刀自己啊，他不相信啊，他也想试试看嘛。怎么兔兔没了？什么东西？老G没有被永ban啊，300而已啊。
订阅那个怎么了？哈？可以讲人话吗？你在讲什么？我看不懂。不要北七好不好？要不要耍白痴吗？哦，他真的好吵。欸、老君应该可以打字了吧？还不能哦、喔，还要修啊！要修骨的哦、喔，这游戏要钱吗？可以不用钱啊，可以要钱，也可以不用钱啊，就看你怎么玩啊。好，完了，我吓死，感觉玩过头了。可是 ，Ben 300不会累积啊。再一次，看。哇，你的那个倒数好像真的有点久哎、欸。最近想入手男角啊，不就是那个戴帽子那一只新角色吗？清一个头啊，清一，看，赚1000块。打枪哪个？等等，对家是不是陪打那位？对，就是那一位。哎、欸，老君回来了、欸、，Hello。
哇靠！没有啊，因为今天是我去音乐台跟他们说怎么 ban 人的啊，然后就是音乐那一台的四个 mod 包括我，然后通通都不能打。所以也可以删除其他版的人，对啊。对啊，你有讲啊，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编啊。为什么你不要清一色？哎、欸、干！只是想做梦嘛，我只是想做梦嘛。你几点开啊？还有五分钟哦，好，待会我们移动到录音台吧，因为我待会要回楼下，我还没洗澡，现在身上其实汗有点蒸发掉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健身完之后没有马上洗澡，因为先跑去抓蜈蚣。然后就吃鲑鱼啊，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。你刚好叫三条，就看我杠三条。我三条扣很久了。所以等等直播洗澡吗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样觉得？你怎么会这样觉得嘞？
顶多就今天晚上吧，今天晚上没有干嘛。今天晚上没干嘛，就是开日马吧。哎、欸，等等 ，DC 波西在里面播声音，播什么声音？啊？早安，早安。我在等那个啊，菜渣的音效卡来，就可以有那种 echo 可以唱歌了。对啊，就是我要洗澡啊，不然身上很黏呢、欸。洗澡是一定会洗啊。断腰还有一宝牌，尊重一下断腰酒哦。我再不走的话，我的灵压就会消失了。我要去干海，然后麻子的话是两点半开台，可能那时候我就睡死了吧。好了，离开了。看到没有？有多一个。所以不打人吗？好了，再一躺。我换角色。哎、欸，我不用跳出来哈，抱歉。好，最后一场。都会惨哦，然后晚上会继续打哦，如果我醒着的话。靠腰啊，啊你这个是抢很快。欸、有没有人打 APEX 啊？他今天是观众场，可以去帮报名一下。看到大家说又不要打观众场，结果没有人来报名，他会哭。不会啦，打 APEX 人那么多，就只有我没打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赶快去捧场填单一票。今天可能就看诺伊的皮一直在歪头吧。你也没打 APEX 对不对？我觉得老人不适合打 APEX。有你妈个头啊！感谢指教，没关系，不会不会，谢谢谢谢。有玩哦，赶快去诺伊娜报名啊，快去填单。然后我咬到舌头了，好痛。我其实有很努力在研究 APEX 怎么，不是、欸、研究啦，有在看 APEX 怎么玩。
可是教室好难哦、喔。玩巧克力跟 Bobo 他们那时候带我玩的时候说别想太多就开心玩就好了，我说不是啊，不是开心玩的问题啊，哪天等一下突然手在痛又没办法跑，对啊，而且我担心的是我的电脑跑不动 A 配啊，因为你看刚刚那个第二派画家，我玩起来就有点卡了，你是鬼哦？我知道很多实况组有玩啊，啊我就是没玩啊，怎么了吗？我是庄家欸，哇！跟隔壁开始玩了，开始了，嗯。谁在跟你们做梦啊？你们发疯了吧？你看到没有？你是不是七对子啊？Wrong， 哎、欸，结束了，哈哈，结束喽！我、哦、不是七对子，哎、欸，那我换给你的牌蛮好的、欸，你要谢谢我哎、欸。好啦，那我们隔壁台见啦！感谢各位今天中午的收看啦，我们晚点见喽，如果有起来的话，走吧，那边看。看他打牌，不是打牌啊，打 iPad 啦、啊，是这样啦、啊。感谢各位，那我们晚点见喽，拜拜拜拜，我要顺便睡觉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。